哦，了解。然后听说我们刚刚就讲说，哎，这一次的主题曲好像是谢家健。对，这是。次有最近开始看到各大 MTV、MV 都在播是。这一首歌。然后刚有人问说，可不可以清唱个几句啊？清唱个几句可以啊？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掌声鼓励一下谢家健。好。最后还是要谢谢你寂寞，混乱的思绪终于能放空，阻止我满身是伤，在人群里拼命逃亡。哇，你看当时拍拍手啊，好听啊。Linda 也可以带来一段吧。Oh baby, 今天我打电影啦。就打电影没关系嘛，因为我们上面也是很多 Linda 的粉丝都喜欢听 Linda 的歌。其实齁。